大家好，我是小织女丹丹，今天来到了台中市龙井区的梦幻城亲子乐园。那在我身后的这个餐车呢，是他们五六日都会有的餐车哦，每次都会是不同的摊商来，所以每次来都会有不同的惊喜。那我们就赶快进去吧 ，Go Go！加浪味鲜啊，大包的，对不对？来了，高尾巴。啊！给你的尾巴。对啊，太扯了吧！喝一下。来了。太好，太扯了。这玻璃这个技术。啊！一个。这个粗粗粗麻粗，
下面那包抽得到吗？应该可以。哎，它卡电影了。太夹太多包了。先把它放在里面。这边的话把它抽起来，哎呀，那里就再抽右边的吧，哎，可以打到的，等一下，还要吗？那一包？算一下，算一下。我要实现卡拉木酒的自由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包，总共12包。请我吃的爆米花，而且那个小姐姐长得好可爱，真的好。好，我们就在他们的座位区吃一下吧。刚好有座位区。对啊，他这边走的是美式的风格，我觉得座位区还蛮干净的，而且位置也很多，旁边还有小孩的机台可以玩，我觉得也蛮好的。你看谁呀？差点当抖音传粉丝。准备喽，要夹喽！哇，快点包哎！夹。抱歉，没夹到。总共6包。好，这里。还有2排的。2排哦。太多了。
以。那个我这边也可以有，还有碗。哇！哦，掉在里面就可以。哇！完了。它卡在那里。啊！对。啊，要先两碗汤。两碗。没加出来，这个嘞，啊，抱歉，一个美乐蒂吗？可爱，好懂吗？不知道，当铅笔盒也可以啊，我不太搭，表示我在认真上课。假咯，可以右拳左握，再摸啊。可以吧？可以。这样。应该可以吧？应该可以。撞到玻璃吧？好。撞到玻璃了。撞到了。对啊。那这样。好。有了吧？有了吧。巧克力派，拖嘴这个好，哇，好了，好了，就这样，差不多，两包，幸好就说了。对，滚去后面了。好，先这样。一罐。下错了。哦，我听出来。我可以到他到保夹吗？就看发夹的时候，突然夹出来，放下一包，甜哦。没甜到。蓝色会掉，你这样。
那都可以。先滑梯，还要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黄色的。好，先开始，先是橘色。色满哦。还要吗？还是先这样。那是运气不好，真的。哦，所以以后知道了吧？要加前端的，真的。好。要一罐。那我们就来算一下今天总共加到了几样吧。总共夹到了41样。好的，那今天总共夹到了41样。今天夹到的商品呢，我会随机装成一箱，变成惊喜包。东西就是随机的，我自己挑，我会把它塞满一整箱，我们就抽一位。他们满车的话有送一个环保袋，我们也会一并抽出去。那抽奖办法呢，是订阅我的频道，影片下方按赞并留言一句你想对我说的话，这样就可以咯。店家现在还有现金折价券的活动，就是你只要满车，他就会送你一张餐车的折价券，一张的面额都是30块，我觉得还蛮划算的。那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这里看看哦。餐车的内容我觉得都很不错，拍摄的当天他们是有蛋挞跟烤肉，其他店的话就是不一定，所以每次来都会有不同的惊喜。那想要知道店家的更多活动资讯呢，可以搜寻他们的 IG 还有脸书粉丝专页哦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再麻烦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加油加油！